主料鲜香200克，荸荠30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料酒、胡椒粉、姜、葱、淀粉、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食材，鲜香去头去壳去沙蟹，洗净，用料酒、盐、姜、胡椒粉、淀粉搅拌入味，荸荠去皮，洗净，从当中切拌，锅里油热，放下荸荠煸炒，倒入小半碗清水煮6分钟左右，盛出，锅里油6分热，放下虾仁煸炒，待虾仁转色，放下荸荠煸炒，加盐、鸡精、葱花即可。烹饪技巧，一荸荠削好皮，要浸入水中，否则颜色会发黄。二炒虾仁的火不用太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